是封面人参面膜。一听到这个面膜的名字，就可以感受到这是什么样的面膜。蜂蜜所带来的保湿的效果，大家已经都了解到了。阿舍洛特的蜂蜜人参面膜使用世界第五大蜂蜜，是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。60年没有人员来往的世界清净地区、非武装地区地带采取的100%的天然蜂蜜，再加上红杉的最顶级的天山，在这里我们提取了水分，有营养保湿的同时，也可以改善，也有抗老、皮肤弹性等很多效果。我再演示一下，打开一下。希望大家好好感受一下这个质地是什么样的。大家可以看到吗？这种粘稠的感觉，就像一般的那种蜂蜜一样。我在这里还可以闻到蜂蜜的甜甜的味道。那么使用的时候呢？因为这里含有过多的这个蜂蜜，用这个好好拌一拌。我自己涂抹一下，用这样涂抹就可以了。怎么样啊？是大家想象过的那种吗？不是吧，之前用的太粘稠了，或者是涂在脸上会不会掉下来呢？但是爱多美的产品不一样，在提高蜂蜜的优点的同时，制作了更好的质地，是最好的配方。